拜。So, 今天我们出门逛逛。今天现在打算去一个地方，那边可以买很多，也不是古老的，也不是新的，这亚美尼亚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哇 ，Sir， 就是那种，就像那种淘宝市场一样。淘宝？不是网上的那种淘宝。啊。我很喜欢这边过马路，不管你随时过那个车都让你，真的太 nice 了。太 nice 是吗？真的。但是你觉得这里的巴士什么电梯啊 ？Oh my god！ 我不想吐槽这边的巴士了。Why？ 又老又旧又破。你还没做新的，有现在有很多新的。然后要等好久啊。然后呢？人多，我的手机啊，哦，别偷了，有苍蝇的高温。觉得最漂亮的是哪个呀？盘子、哦、还有那些杯子。对，价格有些小贵，然后可以跟他们讨价还价，但是东西真的很漂亮。还有如果你外国人想来这个地方，要跟本地人来，因为他们说乱叫价，他们回钱，真的。哇，那个音乐又开始了。哦，我们去听音乐吧，音乐吧。哇，那两个人好有趣啊，那音乐很好听。Nice， 我们去吧。Let's go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，我很喜欢这种调调。然后，虽然我不知道想歌词啊或者什么，但这种音乐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。你觉得那他们来自哪里的呀？
不知道，应该因为我刚刚听了狗摩斯达声，应该不是西班牙啊，不是那个什么墨西哥啊，或者秘鲁那边呢、啊、应该是。好，我们去听吧。好的。